131页。OK 哈，火烧都棒哈。它是一个这个 square planar 的一个 structure 哈，这个在整个的这一个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哈，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structure 出来 ，OK 哈，啊。那么这个点啊，跟这个点，还有 carbon one、carbon two， 还有这个点跟这个点啊，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Pi system 会是在这个 square planar 的这个上端啊，在这里啊，跟它的一个下端啊，在这个地方里面了、啊。这个是一个 pi bond 的一个 structure 啊。所以当你去reaction 的时候啊，它是一个。碰撞的一个反应哈 ，collision 的一个 reaction 啊，所以你在一个 chamber 里面啊，这个要 reaction 要发生啊，比如说 A 加 B 变成 C 啊，这样子的一个reaction 的话哈、啊，那么 A 跟 B 要 collision 啊，就是它要碰撞在一起啊，而且要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才可以 ，OK 啊。那么这个地方里面啊 ，for pi system 它的一个 reaction pi 啊，它有 reaction 啊，它发生 reaction 的时候啊，它是一个 pi 是一个什么 electron rich 啊，丰富的 RICH 吧啊 ，rich 的一个这个东西啊，这个它是 electron rich 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的这个 pi system 里面东西多，所以它会跟谁来反应啊？它会 electron pool 的一个 structure 跟 electron pool 啊，就是少电子的一个东西啊，来 reaction 啊，就是阴跟阳，这个正跟负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 reaction， 所以它是一个 electron rich。跟 electron pool 啊，这样子的一个 reaction 啊，它会发生啊。所以如果 A 是 electron rich 啊，那么 B 啊 propose 它是应该是一个 electron pool 的一个 spaces 啊，一个东西哈、啊，才会有互相的引力啊。它也是 electron rich， Bigler 它也是 electron rich， OK 啊，那两个 electron rich 的 reaction 啊就不会发生， OK 啊。那么 for pi system 它的 electron rich 在哪里？当然就是这个 pi 嘛，对不对？好，我刚刚讲的这个 pi 嘛， pi 是 electron rich 的一个地方啊。所以 reaction 如果这个是一个 A 是一个 pi system 的话，如果 A 是一个 pi system 的话，那么 B 啊，它应该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缺电子的一个东西啊。If pi 啊 A 是一个Pi system, OK, Pi system 啊，它是 electron rich 的一个 spaces。那么 B 啊，就毕竟是一个 electron poor 的一个 spaces， 两个才会啊 ，such as 啊，比如说 positive versus negative, OK 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多，那么必定要碰到这个啊少的东西哈、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 page 131啊，这个地方里面讲的一个 reaction 啊。它的一个 reaction 是什么 reaction 啊？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对拍来看的话 ，OK 啊，对拍来看的话，这个拍啊，它是 electron rich 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可以啊，跟一个 electron poor 的一个东西来 reaction 啊。所以啊，我把这个状态啊，把它写在这里，当做通式来看，加上 electron poor 的一个东西哈、啊、，electron poor。你把它丢到这个 chamber 里面，那么它呢，这个 pi system 上面的 electron 呢，就会去跟你的 electron pool 的这个 spaces 啊，产生这个 reaction 啊。它缺电子，我电子多，所以我电子啊就流到那边去了 ，OK 啊，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OK 好，所以呢，它的一个反应来看的话啊，你看啊，如果这个是 electron pool 的一个东西哈、啊、，electron pool。跟你的 pi system 啊，在 reaction 啊，
在里面搅动啊，在里面它 A 加 B A B 啊，在里面啊，你加了一个东西啊，在这里，然后经过这个能量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里面会搅动，啊，让它充分的混合碰撞 ，OK， 好，我们开始来了。你的这个东西是缺电子的，所以呢，它会从这里砰砰砰砰，但是唯有到这个地方 ，electron poor 跟 electron rich 这个地方接近的，互相closer 的时候，它呢这个电子啊就会从这里流到这边来，啊，会流到你的这个 electron poor 的一个 spaces 上面去，所以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它一过来了以后，它就会变成，好 ，propose 它。接到这个一这个地方里面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电子，这两个拍啊拍啊拍好 ，OK， 你的一过来了，一 plus 过来了啊，这个地方呢就会，啊，跑过来了啊，就它的拍 electron 呢就会流到你的一 positive 这个地方来啊，那这个 reaction 呢就发生了啊，就会从你的拍 system 这个地方呢流到。这个你的这个 E spaces 上 E 是一个 electron pool 的一个 spaces OK 好，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一个 reaction 它的一个这个 charge 要 balance， 所以这个地方里面原来啊你的这个电子从这里啪过来了哈，移到这个地方来了 for this carbon 啊，它本来应该是 four bond 的一个 spaces， but one two three 啊，它只留下了三个键，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 electron pool 的一个 carbon 啊，它的 electron 到哪里去了啊？它的 electron the two electron 就移成这个地方里面啊。如果说你把这个 electron 的 pi system 的电子哈、啊、，if this is pi electron 啊，就会变成这个 pi electron 了，就跑到这边来 ，OK。Four valence electron, only three exist, 所以它是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spaces 哈、啊。原来是四个电子的一个 valence electron， 只剩下三个，对不对哈、啊？所以它用 Lewis structure 来看，它就变成 positive。The final 啊，当然你这个地方里面啊，就加 anything 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个 minus some kind of group or atom 啊，那你就可以得到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了。好，所以 X 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Anyway， 好 ，OK 啊，所以你这个是一个 electron rich 的一个 spaces 啊，所以呢，这个 electron rich 的 spaces 呢就会打回到你的 electron pool 的一个 center 啊，它因为缺电子了啊，所以原来它这个地方打出去给它变成了这个东西，然后呢再打回来就变成这个东西 ，for double bond 啊。它就变成了什么东西接在上面了，有没有就多的东西接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reaction 啊，这个呢我们就称它叫做 addition reaction。OK 啊，这个 reaction 啊，我们就称它叫做 addition reaction。这个、啊、就是在131页 section 3.16 里面啊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 addition。reaction 啊，所以它是 addition 上去 ，OK 啊，所以你的 multiple bond 就变成了什么 single bond 啊，就变成了 single bond，OK 啊，这个是整个 reaction 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里面呢、啊，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page 131这个地方里面呢、啊，你看到哈、啊，这里 for some example 啊 ，such as figure 3.67 啊，这个地方所看到3.17啊，图啊 ，figure 3.67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啊，它接的是 HX 啊，所以就可以接上去，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了。OK 啊，那当然后面还会有哈、啊，像 HCl 啊，你的 13 啊 ，bottom of the page 2,3-dimethyl-2-butene 啊 ，reaction with H。HCl hydrogen chloride、啊、那你就可以得到 2-chloro-2,3-dimethyl-butene OK 啊，从 tin 变成了什么 tan， 从烯类变成了什么烷类 OK 啊。For alkyne 啊 ，For alkyne
它只是这个 addition reaction 呢，两次而已 ，twice 啊。arcane 它的一个 reaction 啊，变成 arcane 啊，当然就是 addition reaction 要这样子的一个 reaction 啊，要 twice 啊，要有两次 ，OK 啊，因为它有两个拍的一个 system 在这个地方里面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在一 page 132啊这个地方里面啊，它就讲到了一些这个 reaction 的一个发生 ，OK 啊，那我们来看看啊。For this addition reaction 啊，那么你要 care what you want to care 啊，对不对啊 ？You must care about what 啊。这地方里面，你第一点啊，你要 care 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 what's this？ OK， what is this？ 啊，对不对啊？你的 E positive 啊， what kinds of E positive 啊？另外一个是你的 pi system 啊，这个 pi system 它的一个 substituent。这个 substituent OK 它会左右、啊、It must be some kind of choice、啊、这里面有一点你要注意到的一个 choice 就是说 If they are carbon 1 carbon 2 they are different carbon、啊、如果它是一个不一样的 carbon 的话 OK Why the E adjoin at the carbon 2 为什么 它会去 join on 在这个 carbon 2上面、啊、为什么对不对？它可以接在 carbon one 啊？为什么它到了 carbon two？ OK 哈，这是 second OK 哈，这是一嘛哈？这 what the e positive 啊 ？What is e positive 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 e positive 它是 join 在 carbon two or carbon one if the carbon one and carbon two are different 啊？如果说这个地方的取代基是不一样的话哈 ，such as 啊 ，such as 啊，你可以看到 a b。C D， 啊，对不对哈？你这里面接的这个地方里面 A B C D， 啊，你看 A B C D。Another reaction 啊，如果 E 是在 carbon one 的话，那你这个地方就 A B E， 对不对哈 ？C D X， 啊，所以它可能会有的状态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产生的这个东西就会有。E X 好对不对 A B C D 好对不对 Two possibility 在这个地方里面好就是说你的 E 会接在哪一个碳上面如果你的 carbon 1 跟 carbon 2 是不一样的话啊，这个就会造成你的产物里面是一个 mixture 啊，你的 product 啊是一个 mixture OK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嘛，对不对啊？这个地方里面是一件，这个地方是一件啊，所以我们来看看 ，E positive， what is E positive 啊？所以这个 E positive 啊，你看到了这个部分里面啊，这个 E positive 可以来自于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周期表里面，好，你可以看得到。你的 E positive 可以来自于谁 ？OK， it's very easy. The first E positive， 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地方。你不是它，它是谁？它就是 proton 嘛。The first is positive 啊，这个最小的一个 particle 哈、啊，这个 the smallest particle here 啊，所以 H 是一个来源啊，是你可以看得到的。H 来源是从哪里来啊？好 ，H 来源是哪里啊 ？H X， h c l h v r h iron 啊 ，iron 的 hydrogen 啊，对不对哈？hydrogen chloride，hydrogen bromide，hydrogen iodide 啊，或者是 hydrogen fluoride 啊，当然我们一般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是 h c l 跟 h b r 会比较多一点。好，我们就来写这个东西里面啊，这个是这个地方里面。H C 啊，对不对 ？H 后面还可以接谁 ？H 还可以接谁 ？H 这个是你的 X 对不对 ？X 旁边是谁 ？Oxygen 对不对？啊，对不对 ？H 旁边是谁？啊，对不对？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 H 的旁边可以接了什么东西啊 ？H O H 就变成这个东西了。所以你的 H 正
x 负 h 正 OH 负，对不对？啊，这个一系列都是所谓的 h 正的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里面啊，所以你可以接什么东西下去啊？那当然 x 旁边这个是什么 ？Oxygen 是这个东西嘛？啊，你的很多的这一类型 ，Oxygen 旁边是谁 ？Nitrogen。啊，有很多的 HNO 三 minus positive， 对不对？哈，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用 H 正啊看到的一个东西。OK 哈，啊，那还有啊 HS 啊，这里面当然 oxygen 里面啊，它还有很多的这个东西的 oxygen 啊 ，HOSO 三 H 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个。那个硫酸的一个动作哈，那这个硫酸的一个动作里面呢，这最主要是这个东西去打在这个地方里面，它可能是一个不需要其他东西的一个状态。OK 哈，那当然这个是正，这硫酸嘛 ，sulfuric acid，even 哈，碳这个地方里面也会有啊，但是碳里面呢，它要带 minus 啊，是比较困扰一点，但我们后面会去讲这些东西。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硼 ，OK 好，那当然硼里面啊，你会发觉到这个地方反过来了 ，OK 啊，当然这里面的一个状态里面，硼就要正啊 ，H minus for boron 啊，对不对哈？这个氢的这个阴电性标啊是 2.1 啊。那么硼呢？硼 boron 它是 2.0 啊 ，electron negativity 啊，这个是所看到的一个东西。OK 啊，是可以看到。So it must be negative. It's a hydride. 所以这个地方里面，这两个就倒过来了。boron 啊，氢啊，锂铍硼碳氮氧氟啊，那当然硫也会有啊，这个地方啊 ，even sulfur 啊都会有这个东西。但我现在讲的是硼啊，就是它是正的。氢是负的是倒过来的一个现象。OK 啊，好，那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个哈，当然，for carbon is a special we must talking later 啊，这个地方里面呢讲的是一个 CO double bond 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CO double bond 这个地方里面，它是正电荷的一个现象。OK 啊，这个地方的 carbon 变正，所以你看到氢啊，硼碳。氮也会有哈，氮啊，这个地方里面氮其实在这个地方里面啊，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是这个东西。OK 哈，那当然我们会讲后面的这个部分里面哈，所以我要讲的是它的来源是这些东西。OK 哈，所以啊，当你去进行这一些类型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到一些什么东西 ？For hydrogen chloride or hydrogen bromide or hydrogen iodide 啊，你对得到的一个状态就会变成。CCH 好，在这里，所以正电荷在这里 ，Cl minus 在这里。If it is hydrogen chloride， 好，那 the next product will be HCl。It's an alkyl halide。It's an alkyl halide。好，那你可以看得到哈，如果说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H2O， 好，对不对啊？你可以发觉到。C C H O H 负 ，next C C H O H and alcohol 啊，就产生了这个醇类出来了。OK 啊，这个是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当然，硝酸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啊，你以为硝酸会接上去啊？其实它这个地方里面会有一些问题的、啊、哈。它来自于这个部分的这个硝酸的这个部分里面啊，它的真正的一个作用的这个点呢、啊，还是只存在于它来自于的酸性这个部分里面啊。因为哈、啊，这个double bond里面的一个状态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先接上去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啊，产生的是 ，OK，sorry 啊。这个地方 C C C H 啊 positive 在这里，但是硝酸呢、啊？什么叫硝酸？硝酸里面它是一个 aqueous 的一个 solution， OK 啊 aqueous 的一个 solution， aqueous solution 里面呢、啊、就会有什么东西啊？会掺杂了
OH minus 跟 NO3 minus， it's an aqueous solution 嘛，所以你会里面会有 OH 负跟 NO3 负，哪一个是比较稳定的一个 species？ 这个 NO3 minus 是一个it's a stable species， 所以它是一个 positive， OK 它是 OH 负，我是 NO3 负，所以我们要去抢动抢攻的时候啊，结果发觉到啊，它这个地方里面呢、啊，还是这个也会过来啊，这个也会过来，但是这样子的过来的这个 NO3 啊，它就过不来了，就过，因为你抢不过那个 OH 负了。为什么？因为大量的这个 aqueous 里面啊，它大量的还是水啊 ，the major 还是 water， 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里面得到的一个结果，还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OK 啊，这是这里面所看到的哈。当然，后面有一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一个状态 ，for sulfuric gas 啊，也是一样，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产生这个地方来啊，但是它这里面来看的话，它只是 another species 是什么 ，HSO4 minus， 好是硫酸根嘛。OK 哈，这个 H2SO4 是 sulfuric acid 啊，所以你的 hydrogen 被用来当作是这个地方了啊，就变成它了啊。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你的 chamber 里面啊，你的 chamber 里面它含有这个硫酸根啊，所以呢，不，它是在水里面的，好，它是在水里面的，所以呢 ，the major reactant will be 这个 hydrogen oxide。那的这个 sulfuric acid 的那个硫酸根，所以 reaction 的一个结果还是会是这个东西，还是会是这个东西 ，OK 啊，所以这里面呢所看到的这些里面呢，一个是 chloride， 一个是 OH，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好 ，for this reaction we have 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当它 reaction happen 的时候，重新接上去，对不对？因为 positive 在这里，所以呢，当你的 minus 在这个正电荷跑到这边的时候，你旁边是什么 hydride， 所以 hydride 就会接到这个地方来，当你接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接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变成 CCCC form H。就 H 会跑到这里。If we are talking about C1 跟 C2 的话，你会发觉到 the hydrogen addition to the double bond for proton 的一个 donating 就是说它是一个 H 正的话，那么它是在整个 C1 跟 C2 里面的 if right hand 这个在这个右手边的这个 carbon 2的话 ，but 当你是一个 boron hydride 的时候，你的 hydrogen will attack the C1。Carbon 他们两个是什么相反的reverse 的一个状态所以一个是 for carbon 1，一个是 for carbon 2你可以去让你的 hydrogen attack the carbon 1 or attack the carbon 2这个是要看它的一个方式所以当你的 addition reaction happen 的时候，你可以去 you can control， 你能够去 control 你的这个species 这个地方里面的后面剩下来的这个，当然你可以看到你的 E positive 是要上到你的 carbon 1 or carbon 2这个地方里面 depend on the reactant OK 这个是要注意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发生，这些 reaction 是在哪里发生的 OK 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在各位的please We look forward to the page. Okay,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里面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 reaction We look forward to the Okay, such a reaction 这一类型的 reaction 这一类型的 reaction 我们会 more detail talking about the more detail on the page chapter 6 OK 这个我们在 we were talking later
about this kind of reaction 啊，这一类型的这个 reaction 呢，在 chapter seven chapter six 里面呢，我们会说到啊。But in chapter three 啊，这个地方里面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reaction 啊，就是 addition reaction 啊 ，such as 133页的上面的这个地方里面 figure 3.71 啊，这里面所看到图 3.71 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hydrogen chloride。那么加到这里面 ，if X halogen 是一个 X 是一个 chloride 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类型的一个 reaction 呢、啊、会发生呢、啊，在133页的最上面啊，这个地方里面的 reaction 啊，you can see 啊 the example in 133页 page 133啊。The carbon 1 and the carbon 2, they are the same. Okay, on the boat, in the boat H3, example 3.71,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carbon 1 and carbon 2 are symmetric, asymmetric, they are symmetric, they are the same kind of carbon. 所以你的 hydrogen attack carbon 1 or carbon 2, they are.No difference here 啊，这当然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But when the carbon one and carbon two they are different 的时候，你就要去 choose 你的这个 carbon 啊 carbon 它会停在哪一个 carbon 这个 positive 啊会停在哪一个 carbon 上面去 ？OK 啊 ，if the carbon one 啊是 electron donor 的一个spaces 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会变得 electron rich 啊 ，electron rich will stabilize 啊，它会去 stabilize the carbon cation 啊，就是说你的 positive it will stay on the carbon one or carbon two depending on the substitute 啊，看你的取代基到底是给电子还是拉电子，如果它是给电子的话，那么这个正电荷啊喜欢停在那个碳上面去 ，OK 啊 ，But the detail we're talking on the chapter six，OK、okay, 啊，好，这个是这里面呢、啊、所看到的一个状态哈、啊，那所以你看到 page 133里面呢、啊、就是reaction 啊 here 啊，就是你的 hydrogen chloride，so the double bond will become a single bond，so it's an addition reaction because HCl is added to the double bond OK 啊，所以它是一个 addition reaction。OK 啊 ，Figure 3.72 啊，这地方里面就是它从 sp2 的一个molecular orbital becoming to sp3 的一个 molecular orbital 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OK 啊，那当然这个地方里面是it's a collision reaction， 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碰撞，而且它是 A 跟 B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 pi system is a rich species OK 啊。那么跟它 reaction 的 another reaction species must be a electron pool 的一个 species OK、I need electrons I have electrons OK、So I will react with the electron pool species、所以它会去找那个缺电子的东西，那么这两个、在 reaction 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呢，那么你的 double bond 就可以打开来、release the double bond and become a single bond、HCl 呢added to the C double bond 就变成 addition reaction OK 哈，所以各位看到的 figure 3.72 哈，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它打开来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从一个 square planar 的一个 structure 啊，我们看到 square planar 的一个 structure becoming to a tetrahedral 的一个 structure SP3 的一个 species 是一个 tetrahedral 的一个 structure OK 好，这个是 page 133For the figure 3.73 啊，这地方的3.73啊，这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你的 CRRR positive， 对不对哈 ？It's a tertiary carbon 啊，这个是一个三级的一个碳啊 ，tertiary carbon because。There are three substituents on this carbon. OK 啊，那么它的一个 carbon cation 啊，三级的一个 carbon cation will stabilize then
大于二级的一个 OK 啊 Cavalcanti OK 啊，这个是这里面所看到的啊，它会大于这个二级的啊 ，It will， 这是一级的 OK 好。For Cavalcanti， 啊 ，Carbon 它有一个 Canal 在上面 ，OK。For Cavalcanti， 三级的 Cavalcanti is stabilized then secondary 的一个 Cavalcanti then primary 的一个 Cavalcanti 啊，所以这个地方里面所看到 ，because the R group is an electron donating group 啊，这个 R 是一个 electron 的一个 donating 啊，这个提供电子的一个东西，所以。The more electron donating group here, the more stabilized the Cavalcanti canal. OK， 那正电荷它是缺电子的嘛？那你旁边的 R 越多的话 ，R 越多的话，那你的 Cavalcanti canal center 就会越 stabilized 啊 ，because the electron 给它的嘛，啊，它会 will stabilize the Cavalcanti canal 啊。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三个 ，3, 2, 1 OK， Cavalcanti canal 啊。所以当我们的那个 stability 啊，就是三级大于二级大于一级啊。这个顾问里面、啊，你可以把它写在 figure 3.73 里面啊。那他有跟各位来讲这样子，像各位看到的这个135页啊 ，page 135 figure 3.74 里面啊，你可以看得到 the species reaction 啊 ，the reactant species carbon 1跟 carbon 2是相同的。They are symmetric plane 啊，在中间啊，对不对啊？你可以看得到，它是相同，所以你的你不需要 ，you don't need to classify the carbon one and carbon two on page 135啊，你不需要去做 carbon one carbon two 的一个区别啦。为什么？因为它两个碳上面所接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子。那当你去看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注意到这个现象。For the energy change 啊 ，when reaction happen 啊，在136 please turn 136啊 ，figure 3.75 啊，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It's a reaction 啊 ，for double bond react with a hydrogen chloride 啊，就是说你的这个 double bond 跟你的 hydrogen chloride reaction happened。状态之下、啊、那么它的 energy diagram、啊、你可以看到、啊、when the reaction proceed、啊、这个它当你的整个 reaction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从左边到右边在进行的时候，好，我慢慢、啊、比如说，比如小波、啊、跟班带、啊、这个两个之间、啊、这个有double bond、啊、那我们是通被关在这个 chamber 里面、啊、所以我们就、啊、一直混得乱七八糟，然后它这里有double bond 啊double bond。我是 electron poor 的一个 species， I'm an electron poor 的一个 species reactant， 所以 electron rich 的一个 species 在这里、啊、所以当我reaction 跟它过来的时候，它的一个 electron 呢 ，I'm an electron poor， 它 electron rich， 所以它 electron 呢就会流到我这边来了，所以 the two electron， two pi electron 呢就会砰过来、啊、就跑到我这边来了，好，我就 join at。这个 carbon one 啊 ，suppose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 ，OK， 那我接上去以后，它本来的 valence electron 有四个 ，four 等等哈 ，four valence electron，but only three remain on this carbon，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positive canal 就站在这个地方来了啊。那么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当我要去做它反应它的时候，它的开始的一个。energy 呢 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它相对性的一个状态里面、啊、它是要慢慢的，因为我这个地方里面、啊、H 正 H Cl、啊、H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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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Cl、啊啊、这个是 Cl H Cl， 那么 double bond double bond double bond、啊、double bond 是它的手、啊、就是慢慢你要来啊，班带要来接我的、啊、来伸过来，然后呢我慢慢要接接接接接啊，接上去了，那、啊、它就掉下去了，啊，它就掉下去了哈、啊，所以 chloride 它会走开的 ，chloride 它会走开的 ，OK 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它的 energy diagram 刚要接的时候它就上去了，啊，就下来啊 ，carbocation 是一个 stable 的一个 species carbocation， then 最下面哈、啊、这个地方里面呢、啊、就变成了你要的一个 arcane 啊 ，arcane。
for this kinds of alkane 啊，那么这类型的这个SP3 的一个 compound 啊，因为它里面含着一个 chloride 啊，我们就称这个东西叫做 alkyl halide OK 啊。那当然如果说你的是 hydration 上去了，就是 hydration happen 啊，这个是水合的嘛啊。当你加水上去的 HOH 当然是 H2O 啊，接在 double bond 上面，那么形成的这个 product 呢，我们是一个 alcohol。OK 哈 ，it's a alkyl halide alcohol 哈，这样子对。Alkyl halide and alcohol 是可以在整个的一个 organic synthesis 里面啊，它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it's a fundamental compound。OK 哈，它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个 reaction。OK 哈，那个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later。OK 哈，这个在整个的这个部分里面啊，那么137 OK 哈 ，page 137。It's an asymmetric carbon. On page 137, 你可以看到 figure 3.76, 你们看到 carbon 1 and carbon 2, they are different. OK, 好，这时候来了，对不对？你的 choice, it must be here. The choice, the hydrogen will attack the carbon 1 or carbon 2, depend on the result. 你要看它的结果，就是说你的氢到底是啊 hydrogen here 啊，对不对？你氢是接在这里呢，还是接在这里？啊 ，join here or join here 啊，对不对 ？there 啊，但 anyway 啊，那 depend on what 啊 ？depend on the spaces the stability of this intermediate。OK， 也就是说这个 carbon cation 的稳定度，这个 carbon cation 的稳定度 the stability of this carbon cation 啊 ，the ranking is here， 对不对啊？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排列的 train。三级的大于二级的大于一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 spaces 啊，就是这个 tertiary 的一个 carbon cation the priority is higher priority 啊，所以你的接在这里 ，I want an tertiary 的 carbon cation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里面，它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there are two kinds of way to found the product， 它有两个方式可以去产生这个产物哈。一个是什么 parent carbon cation， 一个是什么 tertiary 的一个 carbon cation。tertiary 的 carbon cation is favored 啊，就是说是比较好的。但是 primary 的一个 carbon cation， 在这个地方相较之下，它的竞争力是比较弱啊，因为它需要的能量太高了啊，就是在中间的这个 intermediate 这个地方里面、啊、它的能量会稍高一点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reaction 的 LH diagram 的一个 species。好 ，here 啊，你的 reactant here 啊，这个产物啊，你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是一级的啊 ，if this is 一级的 carbon cation，OK、okay, 啊，一级的 carbon cation 啊，那么呢，这一条可能就是啊三级的 carbon cation。它能量会比较低的，啊，它能量会比较低的。那当然，这里面啊，二级的应该是在这里，啊 ，secondary carbon cation 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 intermediate 的一个 energy 是 lower and intermediate energy easy to find 啊 ，favor to find the higher priority 的一个 carbon cation 啊，这个是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such as 啊。Figure 3.77 啊，这个地方它已经告诉各位了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For tertiary， 它是一个 more stable 的一个 carbon cation。OK 啊，所以 easy to find 啊 ，I like to find。OK 啊，这个是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个状态啊。So 130 page 138 it's a ranking here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130的 Figure 3.78 啊，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 ，more stable than the right hand than the right hand 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所以它的 tertiary stable than secondary 对不对？好 ，stable than primary stable than massive carbon cation 所以它就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的旁边的 substituent is an electron donating group. The more electron donating group, the more stability the carbon cation 所以。越多的那个 electron donating 的一个 substituent 在这个 carbon 上面的时候，那么它可以
把整个的 energy 呢就降低了 ，OK 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 for example figure 3.79 啊，这里面他都告诉各位啊 ，it's a choice， 对不对哈？这它是可以去选择的 ，I chose the most stable 的一个 carbocation to farm 啊，所以它最重要的并不是在绿的左边右边，而是在 intermediate 啊 ，the key man is key species is the carbocation 啊，对，你要去 to farm a stable。More stable 的一个 carbocation， OK， 好，这是这里面所看到的啊。那么100 page 139啊，这里面讲的是一个 archaea 啊， how to become a alcohol， it's addition of water， OK 啊，所以这个地方里面所看到的啊，就 the second 啊， second 的一个这个第二个这个 reaction， second reaction 啊，就是说 to find an alcohol， OK 啊。How to find an alcohol? There are three mark here, 对不对？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It need a catalyst. It need a catalyst. The catalyst is hydrogen. 啊，这个 proton 啊，所以你要加酸下去啊，酸跟你的水啊，就是酸的水啊，大概就可以变成一个 alcohol. OK 啊，对。So H2O, the only H2O here. OK.你的 double bond and water to find an alcohol is not easy to find 哈，你要加一点什么东西啊？加一点氢 H10 as a catalyst. Where is the proton coming? Okay, it can be这个硝酸啊，这个叫做 nitric acid, OK, 或者是 sulfuric acid.都可以啊，所以这一类型的这个都是可以 provide over and hydrogen here 啊 ，to catalyze the reaction 啊 ，to form an alcohol 啊，所以它可以用氢、质酸啊去催化整个的一个 reaction 产生这个 alcohol OK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139页啊，对不对啊 ？Page 139 Figure 3.80。啊，这里 80 这个地方里面你看到 four mark 啊，对不对 ？Question mark here 啊，所以 what's this 啊，对不对？你需要加什么东西下去 ？You need a proton. Okay, I don't care about where the proton coming from. 啊，等于我它来自于哪里我不管它啊。Nitric acid, sulfuric acid, even acetic acid. Okay, 啊 ，if acetic acid have a strong proton.对不对啊？如果它醋酸也可以啊，对不对啊？这当然它的酸性不够啊，但是我就是要这样子的一个 proton。proton 以外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啊。这个 even a metal positive is possible 啊，这当然这个是后面我们要讲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可以看到140页 page 114啊，这个地方你们所看到的 ，it need a proton 啊，对不对哈？来造成这个 H3。Hydronium H3O 正啊，这个东西啊，来加工了、啊、，OK 啊，这个是你的 addition reaction 里面啊，当然它还是一样，这个 E positive 啊，是一个 H positive 啊 ，We have talking about alkylhalide or alcohol，OK、okay、啊，当然你的 species 这个 B species 是一个 hydrogen halide or an H2O 啊，对啊 ，OK 啊，这个是 more detail we will talking this reaction、啊。On page, on the, 这个 chapter 6, okay, huh? We were talking later. Page 141, and remain the section 3.21, huh? 这个地方里面所看到的 it's a synthesis,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地方里面 the major function of the double bond will be the good reactant.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应的一个东西那它可以做后面很多的一个合成的一个现象像各位看到的在141页 Section 3.20 这地方里面 So we have to begin it, have a beginning good time to begin the synthesis okay, 好142页 page 142 It's a some kinds of reaction 这个某一种这个反应在
biological 里面的这个 reaction， OK 哈、啊。那当然它用到的是一个 C positive， OK 啊， C positive， 啊，这里有一个 C positive， 有没有啊？所以，哎，或者是 the periodic table 啊，这个，所以你的 hydrogen 啊， boron， carbon 啊， nitrogen， oxygen， halogen 啊，这在这大概都有啊， C positive。当然在这里面讲的，它只是一个A little short information to tell us 啊，对，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里面呢、啊，在我们的生物里面呢、啊，很多啊，它都会有这种 double bond、啊、去作用啊。那你 double bond 作用当然，如果说用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来看的话，这个里面有 double bond 啊，这个 double bond 就可以去切掉，那么它整个、啊、就可以被使用掉啊，就比较安全一点 ，OK 啊，不会这个饱和的脂肪酸啊，在你的身体里面就一直累积。那就很累了、啊、你的血管就 受不了 OK 啊，那这个就是第三章 OK 啊，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OK 啊。好，这个是目前为止啊我们所谈到的一个状态 OK 啊。我们礼拜三啊 Wednesday we were talking a very important 啊这个 topic OK 啊，一个 isotope 啊 we are talkingisomer、啊、那么它是一个 constituted、啊、isomer OK、啊、such as we have talking another、structure OK、啊、这个是 constitution isomer and steric isomer、啊、它是一个空间上面的一个立体异构、啊、那当然这地方里面、啊、它有一个 cis and trans OKMaybe E or Z 啊，这样子的一个啊、system to tell us the double bond 的一个 EZ 或 cis trans 的一个 system， 它是在整个的这个空间上面的一个错置的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这里面要讲的、啊，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东西啦，就是一个stereo 的 isomer 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 R bond and S bond 啊，在这里面所看到 or 啊。D L 好，这个是在这里面所看到 all positive negative， 所以你去看那个它的一些 drugs 里面呢、啊，会有 D form L form 啊 ，positive form or negative form 啊，或是 R form 或 S R form 或 S form 是比较少讲，但大部分都是在 bio 里面大家讲的都是 D form 跟 L form， OK 啊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啊，好。Wednesday OK 好，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看到的这个就是100 page 147 chapter 4、啊、这个 stereochemistry、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啊、系统里面要讲到这里，这个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也讲过了，那么再来就是这个 OK 好，今天要讲到这个地方，那个班带起立，I think we should have an examination, okay? But we were talking this discussion on Wednesday, okay? 李正，敬礼，谢谢。